天气真的好热，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消暑的游乐选择。延续2022海洋冰风暴二冰怪来袭，今年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再推出了海洋冰风暴第三部曲，从7月1号到8月27号，整个夏天让游客一次拥有酷冰、狂风、水暴的超级消暑狂嗨派对，带给游客前所未有的酷凉爽快感。花莲海洋公园7月1号到8月27号推出了暑期限定的主题活动海洋冰风暴三全面启动，除了有大水泡、酷凉冰块，还增加了大型的狂风水雾以及电音风格水花嗨派对。今年的暑假我们特别加码了，做了冰风暴三全面启动。前两年的冰风暴其实引起大家很大的旋风，今年我们将首度引进全台湾最大的风扇，包括造冰机，也就是说我们不打算让游客可以干的离开园区，而且这次我们将近会扩大将近是去年的3倍的场地，也就是说为什么用全面启动，也就是整个海洋公园的最顶层的水晶城堡全部都有大型的水泡机还有水花机在这边陪伴大家度过夏天。除了酷凉派对，还有令人惊喜的消暑餐点，包括了期间限定的彩色派对风小时、冰冻爆米花、奶油啤酒、冰风暴焦糖可可脆片冰沙，还有美人鱼圣代，都是好吃好拍的消暑圣品。今年因为走的是 party 的风格，所以整个的系列产品都会以颜色比较丰富鲜艳的方式去做呈现。同时今年我们在餐饮类也会提出这种非常凉夏的一种所谓的急冻爆米花的方式，让来的朋友有好吃好玩，可以享受一个盛大的一个 party。 然后所有的餐点都是以这种非常缤纷有趣的方式，让大家来这个海洋公园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享受。如果觉得一天玩不完，海洋公园还推出了加一专案，只要购票入园，不论票种票价，都可以享有隔日免费再入园的优惠，甚至于视频今年出国的登机证或者是电子机票，还可以享有699元的优惠。今年夏天，花莲海洋公园推出了冰凉系列，希望可以再创暑期的入园高峰。谢瑞慧、寿丰乡报道。